来32岁生日，他的主持师父黄子佼也特地提早发出庆生文，并在文中透露，两人在彼此生日时都会帮对方捐款。今年他也按照惯例在露露生日时帮他捐款。从他晒出的捐款截图中可以看到，他总共捐给2家机构各10000元。而他也接着解释，在他生日时，纳豆和依依突然出现帮他惊喜庆生，所以这一次也特别邀他们来同乐，并预祝依依5月生日快乐，让爱的循环就这样延续。他还邀来很难约的小燕姐，不过露露似乎因为工作忙碌不小心迟到2分钟，他立马浮夸式扶柱子下跪和前辈们道歉，画面可说是超级有趣。Bye.